小朋友帮弟弟捡球，弟弟的球飞走了，他就说谢谢弟弟，是妹妹，谢谢哦。小球可以玩，没关系啊。好了，那你们不要玩球了，就去玩水就好了。还要玩吗？弟弟还要玩吗？下去玩水才不会热，快点。妈妈跟你拿。好，那你下去玩水。